其实这一次的整个展览呈现，我就是还原一个我自己虚构的幻想，那里面包括了科学家，然后各个温室仪器，然后包括一个伪纪录片。我虚构的这个故事，它是一个多年前的一个科学家的实验计划。这位科学家叫做克莱因赫兹，因为自己的女儿有了罕见疾病，所以他希望借由一个温室仪器去延续各种不同的生命，这样子啊，所以我不但虚构了一个科学家，还虚构了各种温室仪器，并且赋予这些温室仪器各种不同的功能。比较特别的是，我这一次的展览中，我还加入了拟态。拟态的意思就是指在自然界中有的生物，它为了要生存，所以它会繁衍成另外一种生物的形态。以绘画的层面来讲，它是在还原一种真实的状态。材质的部分，比如说我用木板去模拟成金属的感觉，这些是属于一种拟真。我借由这个名词呢，做出了这一次展览的一个主视觉。那我觉得其实这跟我在一路以来的创作，其实它也是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共同点，这样子。